决心向苹果学习，也做一款超强保护的玻璃，行吗？好，今天我们要发布小米龙晶玻璃。我们优秀的材料工程团队和合作伙伴一起打造了全新的材料，这是一种超越玻璃的新材料，这也是小米有史以来最强的保护玻璃。它有多强呢？我操，它比 iPhone 的微视镜强度还提升了5%，防摔性提升了20%，维持硬度高达860，厉害吧？3999。好，这个呢，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？它的制造是猛男粉吗？特别复杂。那个，我简单的跟大家科普一下，简单科普一下，好舒服。它首先在十一，有一个是有托盘的吧？对啊，托盘在哪里？托盘的话，在我们是一些给我，听给我就是粉，这些粉料，加进去以后呢，直接买了，直接自己加到16+512的，烧100个小时。那还是买烧完以后再高温结晶80个小时。